来看，昆林的消息，最新一代马祖乱球介绍讲，比超级跑车搁较贵。这是昆林北港朝天宫发表最新一代马祖乱球，尊称是六二乱球，是由国立成功大学建筑研究所蔡友华博士担任这个整体设计，带十五位一流的金工、木匠、漆工联手创作，成本超过1000万，是一台超级跑车的介绍。昆林北港朝天宫最新的马祖乱球正式公开。这座乱球尊称六二乱球，是由国立成功大学建筑研究所的博士蔡友华做整体设计，带十五个一流的金工、木匠、漆工联手创作，一体成型。为球顶到球卡拢是创意，而且造价真高，超过1000万。3000几工哦，来完成哦，这张球啦吼，这张球是已经第三代了吼。六二乱球是第三代马祖乱球，第一代甲第二代和庙方保存收藏起来。源头就是光绪34年。第一代乱球已经有108年历史，是奖牌木雕大师陈应斌的作品。乱球造价伫当年会使买20家的土地。第二代乱球是为1957年使用到今嘛，由雕刻大师吴义体、甲花雕大师李焕美等真济师傅，从第一代原貌甲工法做的，造价22万，伫当年会使买3栋透天厝。第三代乱球更加是无少成本，造价1000万。设计甲工艺水，无输前两代，继续接手，要传承马祖的精神。